小眼睛，降临慈爱和平安在各国各地方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神。Thank you.
Yeah.
好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
我们知道你就是信实的父，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你，因为你说你必顾念我们，我们不要劳苦担重担。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掌控的这个环境，还有这些人事物，我们需要谦卑的把一切都交给你。而是说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保守长存信望爱在你里面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因为你每一天都要来使用我们，你要来浇灌我们，你要指教我们，我们就是你的代表，我们就是这世上的光和盐。主啊，你给我们这个尊贵的生命，你给我们还有一口气息的时候，让我们懂得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来成为你的管道。因为你爱世，因为你不愿意人沉沦。哦，你没有忘记任何一个人，你为每一个人钉死十字架，所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，就是这样的要来尊重你，要来跟随你的心啊。说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每一首诗歌来开始你说什么话，我们先讲到，过后我们才报告说奉献。心里面愿意向主爱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能够像耶稣，一起说我能够像耶稣，因为我是从耶稣重生。来，请说我能够像天父，因为天父创造我。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，当我们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每一天你的读经祷告，每一天你跟神的亲近不是突然的，当你越亲近他就越像他，就像很多的一些同工长的跟牧师，他们的祷告的样子很像牧师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如果一些人常常跟你在一起，他讲话的样式跟你差不多一样，因为呢叫做生命的影响。所以今天当我们不断的亲近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像我们的主，我们就不会这么挣扎。耶稣所做的我们就愿意去做，耶稣所爱的我们就会爱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向你更加的爱你，谢谢耶稣。阿们。主耶稣我爱你，单单亲近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就能更像你，我就能更像你，活出爱人的生命，耶稣我爱你。再次结束我爱你，主耶稣我爱你，单单亲近你，耶稣我爱你。我就能更像你，像你活出爱人的生命。
的家人朋友、邻舍、同事，有没有给你神的基督徒呢？有没有活在罪中当中、罪恶当中？有没有迷失在这个世界？有没有在崇拜各样偶像的人？有没有被魔鬼欺骗蒙蔽？有没有活在纷争无法走出来的？有没有正在绝望中的人？有没有面临很严重的困难的人？想想一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也可能曾经是信主，但是都没有去教会，迷失在他的困难。或者有没有在病危当中？那我们在思想当中，求神亲自来施灵怜悯他的心，所以想到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，他们若没有耶稣，没有盼望，正走进灭亡的路，谁愿救他们？好不好？回忆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来向耶稣去触摸他的身体，不代价在他身上。主，我们曾经也是迷失的人，是有人愿意不代价在他身上，是有人愿意关心我们，关心我们的永生，关心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知道生命如同已故，今天在，明天就不见了。